没想到我的老婆竟是个心机女。老公，我想喝奶茶了。行，我给你买。两杯。不是你喝那么多干嘛呀？每一杯不就行了吗？行，你不给我买是吧？妈，你看呢？我让他给我买两杯奶茶，都不舍得给我买。怎么回事？我儿媳妇想喝杯奶茶，你为什么不给买呢？不是妈，我现在一个人喝两杯太多了，你毕竟太甜了。谁说我自己喝的？我跟咱妈一人一杯。妈，你看他根本就想不着你。不好，我中计了。你信号，今晚没有你的饭吃。不是妈，我现在就买。妈，你看不行，我给他买奶茶。完了，这一次计中计。儿媳妇，你来过来，你说个事。什么事啊？你说个事哈，拜拜。不是，妈，不是，今天是中秋团圆节，你们俩干什么呀？开门啊！不是，中秋节快乐！我学着一个人，一整天都不示弱，就让我喝醉了，唱着歌自娱自乐。